Yeah!
中国人民一个鬼！ 小分队的横空出世，给了嚣张骄狂、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当头重击，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蕴藏在这个绵延5000年的伟大民族中间的那种铁血气质和永不言败的精神。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，将永远铭记这个不能被岁月磨灭的英雄传奇故事。